咁咧就我而家簡略講一講喺輔導裏面要留意嘅嘢，同埋應該做啲咩簡單啦嚇。最多人犯嘅毛病喺輔導嘅時候咧，第一即刻有一個覺得佢好錯，覺得嗰個受輔導者好錯，於是有一種指責嘅態度、心態、聲音，或者係即刻教導佢。咁呢樣嘢其實咧，輔導者唔係淨係正式輔導嗰陣時先係要留呢樣嘢。好多時咧，輔導者日常生活都係嘅，即係個太太啊、丈夫啊、細路仔啊，佢一講一樣嘢，佢點樣唔好或者困難，咁咧我哋好自然第一個反應就會即刻覺得佢唔啱。咁唔啱咧，我哋嘅態度會改變，我哋嘅聲音會改變，咁咧就變咗咧就嗰個人咧就覺得有種壓迫感啊。咁嘅時候咧，長期咧就會有一種 反抗的力量，但我們輔導的而且確是想他改的，但是有時欲速則不達，即是你越想他改他 越達到，因為通常人是被愛才會改變的。所以我們怎樣做法呢？我們就第一是感受他的感受，所以這個第一個操練我們可以試一下這樣的。我們怎樣試一下呢？不是只是一個人，是可以一個人做先啦，即係一個人做受助者呢度操練啦。咁跟住可以其他個個都做少少嘅。咁咧就大家就係做咩咧？就係去嘗試回應佢，留意佢感覺，回應佢感覺，就係做呢一個 part 啫。咁咧，因為做熟咗咧，咁我哋就會知道幾時即係邊個係啱，邊個唔啱。有啲做錯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即係我哋。因為呢個係教導咧，就讓你知道啦。呢一陣停一停，你留意到你頭先講嘅説話，你估對俾對方咩感覺？嗱，呢個我用呢個方法咧，都係即係用一個問佢嘅方法。其實有時有啲人我哋想引導佢，都係用問嘅方法比較好。就唔係話你錯啦，咁你錯咧，嗰個人咧又會受挫折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就話你覺得你呢句説話俾對方咩感覺咧？咁所以呢、這個。在輔導第一樣最難，同埋同人傾偈係最難，亦都有啲人咧係有一種病啊，即係有啲又話職業病啦，即係但係呢個唔一定係職業嘅，而係咧一種病態嘅心態，就係總係人一講咩咧，即刻好快就會去指出佢嘅錯啊，即刻令佢覺得唔舒服啊，即刻要求啊，反而咧人哋就會覺得好大壓力，就未必會改嘅。咁但係你話我想佢改喎，咁點樣咧？我哋首先咧就真心去接納佢，即係喺分享嘅時候咧，喺輔導嘅時候咧，即係唔係淨係成日諗住我要幫佢改變，即係唔好諗住個目的係咁先。第一個目的我係想佢覺得被接納、被欣賞，我哋感受到佢嘅辛苦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就去。逐步引導啦，引導方法咧就可以係話，你覺得你而家情況，你覺得你有咩影響啊？你覺得呢、這個情況，你覺得有啲咩問題產生啊？即係用啲引導嘅方法，讓佢知道個情況，然後引導方法引導佢點樣去揾一個處理嘅方法。即係我哋最終都係想佢有呢樣嘢嘅，即係輔導係一定有個目的嘅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我而家一個。解釋了我們應該做什麼留意，我們日常生活都是這樣，並且經常都給人一種平和接受的心態，就不是一個即是好像指責的心態，我的眼神、聲音都留意是這樣。其實這種情況都應用在所有情況，包括應用在組長。如果組長用的方法是一種壓迫性的方法，組員是會有一種即是好像令到佢咧唔係被幫助，我係被驅使去做某一樣嘢。咁我哋即係呢個都係整體，同埋亦都包括喺講道都係嘅。講道咧，我哋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心態嚟嘅。個心態咩咧？神係會改變人。我只要引導呢個人去睇到神嘅恩典，引導呢個人睇到佢可能即係佢神點可以改變佢。他有些地方他是需要悔改的，需要神去引導他的，去幫他的。但是我心裡那個人 是,
係有潛質改變。於是喺佢講到嘅時候，唔係一種定罪嘅方式，係會引導佢嘅。